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911页，911。第六行，第六行，经文：善恶变化，追逐所生，道路不同，会见无期。以下这一段经文跟我们讲六道轮回啊，六道轮回怎么来的？善恶变化来的啊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善恶变化者，景心云，善变化即善去报，恶变化了即恶去报。这个报是果报，善恶是因，三善道、三恶道是果。所以叫变化，啊，慧疏远，今世虽善果，这叫所作业因呢，无在来世便招阳果，现在虽恶报，所作善，在后生化祥福报。千变万化，不可具述。那么这个是变化了另一种的解释。我们再看底下的一段《加强书》里头说的：恶因得苦，善因得乐，其报亦千也。啊，这个义是难义之义，
啊，前者呢，静也，善恶感报快速。古人以前，我们先来谈谈这一段。这个经文要多念几句，常常在生活当中帮助你关照，起心动念是意义，言语是口业，造作是身业，身语意三业。什么是善？什么是恶？自私自利就是恶。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利苦得乐，这是善。啊，真正的大善是自行化他。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大善。啊，大善里面的第一善，离苦，要离究竟苦，得乐也要得究竟乐。啊，利就尽苦是永远离开六道轮回，这才叫离就尽苦。啊，得就尽乐，从今往后无量劫中再不受苦了。啊，经上说得好，不但不受苦，连苦这个名称啊，像杀盗淫妄这些听都没听说过。何况事实，这个功德大了，谁能做得到？菩萨能做到，阿罗汉能做到，六道凡夫、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都做不到。啊，我们非常幸运，这一次到这个世界来，佛法虽然衰了，衰得很严重。啊，在中国历史上，佛教传了2000年。这2000年当中，从来没有像现前这个衰相。啊，但是我们非常幸运，能遇到净宗，能遇到夏莲居老居士的回向文，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，
这是不幸当中的大幸。这个经本跟这个注解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完成的。我学佛65年，这65年当中没离开经本，深深感到无量的庆幸遇到这两个本子。为什么？这个本子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真的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让我们真正生起信心，不再有丝毫怀疑了。发愿求生，这个愿恳切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唯一的一个希望，就是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。什么时候来，我什么时候就跟他去了。他不来，我们在这等他。怎么等？念佛等他，弘经等他。也就是说，把这个法门普遍的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。希望大家都知道，希望大家都照这个法门修学。这个法门无比殊胜，就像阿弥陀佛第18愿所说，纵然这一生无知，造作的无逆十恶，那是地狱业，无间地狱，造的人很多。你把十善业道，不要讲别人，这是最普通的、最通俗的，拿来对照一下。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人，谁不干杀盗淫？谁不妄语、两舌、绮语、恶口？谁没有贪嗔痴？无逆十恶，必堕地狱。这十恶摆在面前，我们细心观察，一一来对照，太可怕了。最重要的是要回头看看自己，自己有没有犯戒，有没有造作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还来得及。只要你一口气没断，真正忏悔回头，信愿行三思量具足，阿弥陀佛慈悲回来接引你。什么样的功德最大？帮助众生历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这个功德第一。
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。我在5年前放下华严，守住一部经，一句佛号，啊，通通放下了。时间到了，年岁到了，啊，今天早晨，我听到一个消息，四川峨眉山维清法师往生。95岁，早年间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李老师告诉我，80以上就应该念念求往生，时间到了，不定什么时候走。啊，80之前还可以，过了80岁，随时可以走啊。这个话是真话了，不是假话。啊，我今年90岁了，老和尚大我5岁。峨眉山我去过2次，我们可能见过面，但是印象不深。啊，到峨眉山是跟着大众观光旅游，啊，去拜拜普贤菩萨。老和尚自己写的字送了我不少，我们这个道场很小，我都把它张挂了。虽然我们平时很少往来，也没有通信，可是我对他很尊重，非常尊敬。啊，我听到这个信息，也对我是个鼓励。他走在前，我跟在后面。啊，弘宁法师编这个小册子，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赞成。书名是老法师提的。啊，我看了很感动。这个小册子以前我没看过。啊，最近看的印的本子，后面有3张光碟。啊，我把这个光碟在电视机里面播放，我自己看，我看了很感动。我也非常感激弘宁法师，他辛辛苦苦10几年的时间，到处收集这么多材料，里面2/3我都没有印象。
年岁老了都忘掉了。啊，展开这个这本书，我是看电视回忆到过去。啊，许许多多的知交老友都不在了。啊，这些年缘不足。啊，过去十几年前我还常常回国看看这些老朋友，啊，感慨万千的。所以读到这些经文，感受特别深。啊，金舍实验就是说我，啊，给我提出警觉，帮助我看破放下，啊，往生极乐世界这条路上没有障碍，一帆风顺。啊，这是万年唯一所求的。起心动念，不但是经上所说的重过不能走，不能起心动念啊，纵然是善法也不能放在心上。金刚身上一句话讲得好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断恶修善，认真努力去做，做完之后别放在心上，就是无助。放在心上就是有助，有助就有业报，无助就没有业报。做而无所，无所而做，这两句话重要。啊，欣赏只存佛号，学海贤老和尚92年如一日，老和尚不认识字，一生没有看过书，没有念过一部经啊，跟大众上殿，大众在诵经念咒，老和尚在门口站立着念阿弥陀佛，一句佛号不简单。啊，我们在《永思记》里面看到，他的母亲86岁自在往生，他的师弟海清。老和尚82岁往生，都是那么样的安详自在，给我们作证了。证明什么？证明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。啊，海贤老和尚寿命这么长，我认为那是阿弥陀佛加持他的。他自己曾经说过，多次
见阿弥陀佛，求佛带他往生。佛告诉他，你修得很好，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给大家做个好榜样。这个大家，广义来说，是学佛的佛弟子，下一地力来说呢，是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榜样。所以佛是留他来表法的，这个意思我们要能够体会啊。阿弥陀佛慈悲，也是海贤老和尚慈悲，主事这么久，给我们做榜样啊，特别是给下莲宫无量寿经汇集本作证。这一部经是真言，字字句句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五种原译本里面的经句。下莲老汇集没有改变一个字，等于说就他的原经的原文重新排列一下，没有更动一个字，那就是真经啊。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依据83种经论、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这一些祖师大德都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大德，不是普通人的。那么这个注解就有价值了。我们读这个注解，就读了83种经论、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。一个有善根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对于这个本子决定不会怀疑，啊，夏老、黄老、留下来的经跟注解，字字句句有根有据，在历朝汇集里面、注解里面，可以说是第一了。啊，这么谨慎，这样的用心，取信于世尊末法时期大众，啊，末法一万年，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，第二个1000年，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，啊，那么换一句话是，往后还有9000年，这9000年当中，
佛法哪一个法门，哪一部经典能让众生得真舍利益，就是这个文字。所以我们的任务劝导大家对这部经产生信心，决定没有怀疑，依教修行，学海鲜老和尚决定得胜，才能够永远脱离六道。在现前善恶一定要清楚，早些年我在美国的时候，黄念老劝我在各地念佛的同修，大家都用一个净宗学会这个名词，是夏莲老提出来的，但是在国内没有成立，大家念念不忘，没有机会告诉我，你在国外先立净宗学会，我就同意答应了，我很欢喜。以前我们用联社，用学佛会、佛教会，用这些名词，我们就把它改过来，在净宗学会，净宗学院，学院注重在教学，学会注重在念佛，其实就是连续，就是念佛堂。美国、加拿大，我在的时候有30多个，现在有些没有了，大概还有10几个。我们要认识善恶变化，追逐所生，亲朋好友在六道轮回里头，来生再遇到会遇到，遇到不认识，像我们这一生一样，又到人间来了，过去无量劫来在六道里头生死轮回，家亲眷属这一生遇到了不认识，不是没有遇到，有欢喜的，有厌恶的，什么原因？欢喜的以前在一起，家亲眷属；不欢喜的，那些冤家对头，都是对立找麻烦的，现在又遇到了。如果我们学佛，细心去观察，会体会到，这个人一见如故。过去生中没有缘，怎么可能？这个人一见就不舒服，那是恶缘的；一见欢喜，善缘的。不管善缘恶缘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
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肯定在恶道的时间长，在善道的时间短，这个一定要明白。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不是假话，不是吓唬人的，是事实真相啊。所以过去善缘深很好，一起做好事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好啊啊。过去这一缘，今天见面就没有好感，一定要知道过去的怨结得很深，这一生当中小心谨慎把这个恶缘化解掉。永远存一个心，学佛了，佛弟子啊，佛教给我们断烦恼，从哪里断起？从见思断起，五种见惑先断啊。五种见惑，第一个身见，这身体，身体不生活是什么？是我所有的，像衣服一样，衣服不生活是我所有的，所以身体是我所啊。我呢，我在哪里？这穿衣服的人是我，这是迷惑之后把假我当作真我啊。这个现象是假我，为什么？它不可得。如果真的是我，有我，不是没有，有真我。真我是不生不灭，大乘经里都常说，十佛三十佛共同一法身，那法身是我啊。法身在这部经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是什么？四土里头常寂光土，那是真果啊。真果是本性，是自性，啊，叫法身，它没有现象，没有现象，它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念头，也不是能量，啊，它是一切法的根本，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。万法是什么？是十法界，还包括十宝庄严土。化身菩萨的境界啊，下面到六道轮回，我们叫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万事万物，包括
一切诸佛如来佛净土，包括地狱众生跟地狱里面的暴徒，法身能现，语言能现，没有缘不现，不现不能说它无，现不能说它有。啊，经上常说的，不生不灭，非有非无。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，说不出来啊，也想不到啊。它是一切法的本体，一切法由它而生，但是一切法跟它一个不同的性质，它不生不灭。一切法都是生命啊，包括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妄心，真心不生不灭，妄心刹那生灭。这个刹那也很难懂啊，我们只有个概念，这个时间极其短暂，短暂到什么程度不知道。那弥勒菩萨在菩萨住胎经里头，世尊问弥勒，心有所念，这叫凡夫，我们起心动念了，知道起个心，动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里头，佛问几念几相是也。佛问了三桩事情，第一个是几念，多少微细念头组成这一个念头，叫你认识，你知道起心动念有几个念头，让你发觉了，你知道了啊。即相，相是物质现象，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，即时啊，时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，弥勒菩萨回答：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这个事情就在我们眼前了。我们从来没离开过，啊！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32亿，单位不是千，不是万，是百千，百千是10万。啊，我们把32亿乘10万，得出的数字320兆，这一弹指，320兆，就是320兆次的生命，那么换成现在我们都是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啊？一弹指是320兆，一秒钟能弹几次？
有人告诉我可以谈妻子，我相信年轻体力强壮啊，动作敏捷，确实他能谈妻子。那32亿再乘7，2240兆，1秒钟，1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，你怎么会知道？这叫什么？这是叫生灭吧。1秒钟，我们现在眼睛所看到的，耳所听到的音声，啊，鼻所闻的气味，舌尝的酸甜苦辣咸，每1秒钟，它的生命次数是2240兆，就是说1秒钟当中，它已经从它这里流过的时候，是这么大的一个数字，2240兆。我要问你，哪一个念头是你？哪一个物质现象是你？我们今天身体这个现象啊，这个现象就是2240兆次的生灭相。我们看电视，电视画面1秒钟多少次，生灭多少次？100次。你就知道了，生灭100次。现在把速度加到2240兆，一丝毫你也看不出来，它生灭的动，每一个生灭，没有一对是相同的。不相同啊，如果是相同，那我们叫做相续相。它不相同，不相同，每一张画面都是独立的。我们有理由相信啊，比如在这个房间，我们看这1个小时没有什么变更呢，这不都是一样的吗？但是如果看整个香港市区，那就不一样了啊。那如果再看是整个地球，那就更不一样了啊。这个生灭的相多大呢？面积多大呢？无量无边。啊，真正是所谓的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没有边际，这是现的，自现能现的，所现的，能现的是自现，自现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它能现一切法。慧能大师知道，他给我们描绘的，啊，他说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具足变法界虚空界，具足我们世间人讲整个宇宙，
啊，圆满的宇宙，本自具足，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。啊，它是什么样子？能大师说了，第四句说了。本无动摇，他没动，从来没动过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性本定，就是真心人，真心是定的，本无动摇；妄心是动的，就是阿赖耶。阿赖耶就是刚才所说的，每一秒钟波动多少次，就动摇多少次，2240兆次。啊，凡是生灭的都是假的，《金刚经》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真心能现，能变，能生能灭。啊，真心没有这个，啊，没有这种现象，妄心。阿赖耶，能生能灭，这是现在科学家所研究的。自信，真心。在本经称之为常寂光，三个字形容它。啊，它是光，这光常，常就是不生不灭，永恒不变。啊，常寂光，寂是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。啊，光是光明，彻照全宇宙。我们都在常寂光里面。啊，它能现，我们迷了，不是他有生命，我们迷了自信，看不到了，我们觉悟了就见到了。啊，在佛经也叫法身，啊，遇到缘，遇到什么缘？遇到菩萨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你看见性，见性就是见到常寂光了。见到，但是还没有荣辱，没有跟常寂光融成一体。啊，融成一体就成佛了。啊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是融成一体，他自己有障碍。报身菩萨、化身菩萨融入了，报身菩萨还没融入。虽然41品无明断尽了，无明的习气未断，
啊，十报图里面四十一品无明，无明是没有了，真断绝了。习气在啊，习气没有方法断，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。所以佛现十宝庄严土供养他们，请他们在那个地方居住，在那个地方学习。释迦牟尼佛的宝土，十宝土，华藏世界；阿弥陀佛的宝土，极乐世界。那不同的地方呢，是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，也是净土，跟方便有余土、十报庄严土几乎是平等的，你看不出两样啊，不像其他诸佛宝土，那就是真的不一样，差别太大。像我们这个地方，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，但是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大不相同啊，六道轮回更不必说了。啊，法相中所说的法身能现，法身是自性真心，它能现，它能生啊。十法界一真庄严是阿赖耶所变的，把十宝庄严土变成十法界，把十法界又变成六道轮回，这都是阿赖耶的事情。我们如果都搞清楚、都搞明白了，晓得什么一桩事情？一切万法原来是一体啊！这个一体就是法身。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佛是大彻大悟，明白了。我们有没有？有啊。我们跟佛没两样啊，佛看我们跟他是一法身的，我们看佛，我们跟他不是一法身的，我们看错了啊。所以这一法身，整个宇宙是一法身啊，我跟诸佛是一法身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法身，一切动物跟我也是一法身，树木花草一法身，山河大地也是一法身，这是真相啊！啊，这种显现就是四性里头本具的无量功德之所出现的。这些幻化完全是梦幻泡影，包括十法界，包括华藏世界，你一定要知道啊！不可以以为这是真的是假，你就迷了。
自信清净心里头本来无一物，你怎么会来个真假？啊，真假是妄念的，迷了，起心动念就完了，不能起心动念。啊，这个时候你想跟弥若菩萨的境界，菩萨的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记住，同体。无缘是无条件，慈是爱大家了。啊，悲是怜悯他受苦啊，要帮助他离苦。啊，用慈心帮助他得乐。啊，大慈大悲是自心第一德，自心万德万能，那个万不是数字，代表无量，无量的德能，第一德能就是慈悲啊，也就是其他宗教里面所讲的爱，上帝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第一德。那我们问，上帝是不是佛的化身？是的。神是不是佛的化身？是的。通通都是佛菩萨。我们根据这个概念来团结全世界的宗教，众神一体。我在日本有一次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啊，在日本冈山有几个同修陪着我去看中村康楼老和尚。哎，我们那一个房间摄影房里头有老和尚的像。那一年老和尚100岁，我们见面谈得很欢喜，他告诉我，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我同意他的说法，我非常欢喜。他离开的时候，他的大徒弟桥本老和尚圆寂之后，现在这个山上大和尚就是桥本。桥本告诉我，奇怪，今天我们老和尚一生从来没讲过这个话，他怎么对你讲这个话？啊，就是讲全世界所有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化身，大慈大悲啊。所以宗教可以团结，宗教在今天应当团结啊，要认祖归宗啊，祖宗是观世音菩萨。这个信息我有啊，中村康能老和尚说出来给我做证明。我是读很多宗教的经典，发现他们里面内容大同小异啊，说法不一样，意思相同啊，所以我早年就有想法，那是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像楞严经上所说的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你喜欢基督，他就现基督身；你喜欢正主，他就给你现正主身；你喜欢神，他就给你现神身；你喜欢什么，他就给你现什么身，来帮助你。
来接引你，来慢慢帮你提升。啊，印度人喜欢佛陀显佛身，中国人喜欢圣人，孔子、老子都是圣人。啊，孔子、老子如果生在印度，印度人会叫他做佛陀。释迦牟尼佛如果出现在中国，中国人称他做圣人。这真相大白啊！学宗教不但是可以团结，宗教必须团结，世界才有和平。为什么那个时候佛菩萨要这样现身？不这样现身，没法子教啊。佛没从来没有主动教过人，一定看缘分。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，他是什么缘，给他现什么身，用这种方法啊，这方法很是很能中国人讲的合情合理合法啊。那个时候没有交通，没有资讯，绝对大多数的人老死不相往来啊。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，在乡下，确确实实农村里面有一些老人，他一生都没有进过城，我们那个县城他都没去过，他所去过的话就是临近几个小镇他去过，城里面每一生都没去过。那就必须要分身啊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交通发达了，资讯发达了，那从香港到英国伦敦，以前坐船要30个月，啊，现在12个小时就飞到了。那个时候佛是要分身，到处分身，现在怎么样，分身收回来，收一个身才对呀，才能讲得通。所以宗教要团结，宗教要回归教育，宗教经典要互相学习，我们搞这种事情啊，这个11、12年也小有成就。啊，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看法、做法，许许多多宗教跟我们接触之后都能够认同。啊，这宗教一家人。第一桩大事，宗教徒要做的，化解宗教冲突。啊，决定不许可有因宗教而发生战争，这是决定违背神的意愿啊！绝对不会有一尊神人是喜欢杀人的，没有啊！每一个宗教都有不杀生、不能杀人。啊，都有这个戒律，所以把每个宗教戒律找出来，每个宗教最重要的教义解释找出来，我们来融合。啊，讲的确实，讲的最清楚、最透彻、最明白的是大乘佛教。啊，也要像佛陀当年在世这么办学，办佛教大学，办宗教大学，
啊，宗教有小学，有中学，有大学，有研究所。像释迦当年在世，啊，讲阿含小学，方等是中学，般若是大学，法华涅槃是研究所。啊，宗教在这个时代大团结。那么这些都是说明变化，善恶变化。幕后一句，慧见悟起啊！但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告诉我们，是一体。众生是一体啊，由于阿赖耶里面所含的种子不一样，这个种子有善有恶，有无忌啊，种子遇到缘起现行，就变现出六道轮回啊！其实六道轮回也是一场梦啊！我们总是要真正明了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这庄子说的，庄子是战国时代的人。跟孟子同时代，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啊！你看这两句话跟华严经是不是同一个境界？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那就是华严经啊。他不是佛，他怎么能说得出来？啊，所以我们要多看，多读，多学习，把心量拓开，能包容整个宇宙，能包容变法界、虚空界。啊，承认我们是一体，他迷，他不知道，我知道啊。他有恶意对我，我以善意待他，慢慢帮助他回头认识了，这是正确的啊！决定不能有报复啊，不能有敌对啊！敌对是属于边界，就是两边，没有两边，不要分别。不分别，两边就不存在了。啊，不执着，六道轮回就不见了。六道轮回是从执着生的。啊，十法界是从分别生的。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六道十法界就没有了。那是什么？十宝图现前啊！恭喜你，你证得圆教大乘、圆教初住，生十宝图啊！啊，在十宝图把四十一品无明脾气断尽，就是等觉菩萨。最后的声音像无明习气断了，就真的妙觉果位。
功德圆满，圆满的荣辱常寂光跟一切诸佛同体，同一个常寂光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知道，要肯定，要承认，我们现在跟诸佛如来的常寂光也融在一体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诸佛如来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不能立常寂光，立常寂光什么都没有啊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我们在常寂光里头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破了啊，这不是一般人能相信的啊。为什么？一般人烦恼太重了，分别执着太重了，他不能相信。分别执着轻，他能相信。所以在十法界里面，菩萨佛他能接受大乘啊，他一契入大乘，他境界就提升，从十法界提升到十宝庄严土。所以善恶感报即属过越一切，追逐所生，逐是追从，为所生之处果报追随，相从不舍，随其业业，感得善恶之报。这一句念老给我们用白话解释的很清楚了。啊，上面写着这么多字，都是引经据典，他的注解都有来历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啊。这一句真正的意思就是所生之处六道天道，天有色界天，有无色界天，还有欲界天啊。我们一般人在六道轮回，我们没有得禅定，初禅都没有。你在天道在哪里？在欲界，欲界有六层，从四王天开始，陶立、夜摩、斗率、化落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在这里头。啊，四空天也如是，修四空定报得的处所，无论你生在哪一道，都会遇到冤亲债主，过去生者多生多世啊，累劫的冤亲债主，他们在追随，他们在寻找啊，遇到冤业的报怨了，遇到善行的，过去在修善的，他来报恩，报恩报怨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，
受人侮辱，受人欺负，不学佛的时候不服气啊，你无缘无故欺负我，我要报复你。学了佛之后就会想想，可能是我过去生中对他不起啊，我是这样对待他，今天他来捉弄我，哎，想到这冤冤相报，一笑了之，我就受了，我不再怨恨他了啊，希望这个结就化解了，来生再遇到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了啊，说不定是志同道合啊，成就无量功德都有可能的啊。如果想到一体一生，那就更没话说啊，那一种报应那就好比是牙齿咬到舌头，把舌头咬破了，舌头决定不会报复。为什么？一体啊，知道所有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，亲是一体，怨也是一体啊，亲的一体好啊，可以合作啊，永远不会背离，可以在一起修真实功德啊，冤亲债主是来找麻烦的，是来搞破坏的，甚至是来陷害我们的，我们知道了，一下子报了，报了以后就没事了啊，没有冤恨心啊，没有报复的念头。我常常劝同学，一生我们在一生当中没有一个冤家对头，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没有一个怨恨，这个一生都可乐，法喜充满了，像弥勒菩萨一样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啊，什么都能包容，什么都不在乎啊，我们是包容，实际上是什么？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心本来无一物，你怎么可以放在心上？放在心上就是六道凡夫，不放在心上至少是阿罗汉。这叫真修行。真修行在哪里修？眼在色尘上修，看得清楚，看得明了，不放在心上就对了啊，你提起来我知道，你不提起来的时候我心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这就对了。而在身身上修啊，练啊，啊，修行练功啊，听听得清楚，不放在心上，不放在心上就是修佛心啊。佛跟我们为什么差别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我们的接触马上连带生起来的妄想杂念分别执着统统都起来了啊。佛的本事，佛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没有起心，没动念，
这就是佛。菩萨他有起心动念，但是他没有分别之处，比我们高。啊，阿罗汉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你就完全明白了。六道轮回是分别执着，啊，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四样东西造成的。六道轮回，啊，能够不执着，六道就不见了。六道轮回没有了，有四圣法界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有这个四圣法界。这个四圣法界有分别，如果分别也没有了，这四圣法界没有了，就超越十法界啊，生十报庄严土。十报庄严土里面啊，这个十报土里头没有了，起心动念没有了，啊，叫化身菩萨了。啊，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无明烦恼就断了。功夫深的，习气都没有。习气都没有才真正是妙觉，等觉以下还有习气，习气有轻重不一样，十地轻，三贤重，三贤是十住十行十回向，烦恼习气重啊，轻十地轻，到等觉就断尽了，断尽等觉就潜入妙觉啊，华严经上说的啊，所以用什么功？见色闻声，不着见色闻声的相，这叫用功。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掌握住啊，啊，这一句就是解释经文，很清楚。所生之处，果报追随，相从不舍。这几句要记住，三句。我们的一生。记住这句话，天天所遇到的是果报追随相从不舍，果报要受啊，受都不放在心上，都不会引起分别执着，这就是高。真修行人就这一点。啊，我们还把事情放在心上，错了。心上没丝毫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啊，随其业因，感得善果之报。我们跟人事物接触。啊，感受有苦乐，那就是善恶的之报。啊，一笑了之，没把它当作一回事情看，这就对了。加强素缘，做善者，天堂果报一代之；做恶者，道山尽数一代之，因果果义，身处悬殊，
故临终分手，尽诚永别，三途一报五千劫。希望大家记住这一句话，永远不能忘记，天天提醒自己。我们这一生算得了什么？吃再大的亏，头被人砍掉了，手被人剁掉了，没有怨恨心，学忍辱先人。为什么爆掉了？也许我过去就是这样对他的，今天还债还掉了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敌对啊，而且还感恩，好事啊，这个我总算是了了啊，这个报了了。你要存这个心，这绝不是阿 Q 精神啊，绝不是，这是最高的智慧。为什么你要不这样做，五千劫还在这里头，你们抱来抱去，一次比一次激烈，你就想到多苦，怎么能干这种傻事？对，一笑了之，要感恩啊，把怨恨的心变成感恩的心啊，把报复的念头变成啊报恩的念头。他真的为什么消业了？这就是感恩，做在此地。所以因果啊，这个走卧的刀山剑树是指地狱，啊，辗转六道，何日重逢？重逢亦不相识，故曰会见无期。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错。我们看底下这一段，劝利修善，利是努力啊。我们看经文，何不与强健时努力修善，如何待乎？啊，这一段劝喻世人舍我修善啊，真正修善也不必要人知道，知道别人赞叹，这一赞叹，你的善全赞光了，功德都报销了，没有人知道啊，所以做无名英雄，那个善叫阴德，阴德报得厚啊，积阴德了啊，干不善的事情希望人宣扬，为什么报掉了？叫重罪轻报啊，做的好事也被人宣扬轻报了，太可惜了啊，这个就是自己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，生活处事待人接物。我们看经文，何不与强健时努力修善，如何待乎？不能等待啊，要认真努力去做啊。啊，什么是真善？幸运持名第一大善，没有比这善更大了。
你想想看，纵然你比海贤老和尚还有福报，他念佛92年，你能够念100年，要往生啊！不往生的人天福报，那就错了。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，天上有。你到天上去做天王去，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你真有大福报，由你去挑选，你可以随心所欲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。但是不究竟呢，天寿命长，还是会有到的时候。寿命到了怎么办？从天上上不去了，掉下来了。天上享福啊，修福的机会很少啊。享福的机会呢，天天都是啊。所以人很多人羡慕升天，都想到天堂啊。我们很清楚，福报享完了怎么办？要往下堕落。所以他不究竟，还是极乐世界好。到那个地方，第一个你得到的，梦寐所求的无量寿，真无量寿，不是假的。哎，不是所谓有量的无量，它是无量的无量。要不要？我们这一生运气好，过去生中修大福德，你才能在这个时候的人生闻佛法，遇到今天的社会状况，让你看到，你会认真努力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求生净土。那么这个世界，这个环境，对于这种修行人求往生来说，好环境啊。如果这个环境是太平盛世，生活非常好，对于学佛就忘掉了，这世间不错嘛，还挺值得留念的，不想去了啊。所以这个世间让你衣食住行坐立不安啊，真的贵而不安，富而不乐，这怎么办？这就想到念佛，哎呀，还是极乐世界好啊！认真努力，心愿持名，帮助我们做逆增上缘啊！这个世间一切万缘，统统放下。没有丝毫留念啊，真实的功德遇到了，努力去做啊，做成就了，众生有福，佛力加持啊。不要自己鞠躬，我做了多少好事，我没做，佛菩萨加持的，大家做的，这真是功德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这八个字是纲领，劝喻世人学无修行。佛
干这个事情，我们也要干这个事情。我们在今天干这个事情，从自己认真干起，让别人先看，然后再听我讲。啊，现在的教学，人家要看证据，要看榜样，没有样子，人家不相信。干什么都要有个无形。啊，我们先要把学佛的样子做出来。啊，这个样子最简单的，我对初学人一般教给他的真相学佛。内断贪嗔痴慢疑，要干这个啊。外面学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，就这十个字，你先去学，好好的学一个月，学三个月，学半年，学一年，看看像不像。啊，孔夫子他的学生跟老师见面，跟老师相处，啊，很明显，很深刻的感到老师温和、善良、恭敬，对人对事对物都恭敬，没有丝毫傲慢啊，平等对待。借鉴谦让啊，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跟什么人竞争过，没有，夫子自己教自己谦让，也教别人让。现在这个世界麻烦在哪里？从幼稚园上学，父母老师都叫你竞争，竞争提升到最后就是毁灭了啊，竞争升级到斗争，斗争升级到战争，现在战争是核武生化，整个人类在地球上消失了。这个要知道啊，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从做人学起。做人从哪里学起？就从这十个字做起啊，贪嗔痴慢疑是意我，就是思想念头啊，对于我们日常生活适可而止，够用就好了，不必多求啊。啊，我这个讲经这么多年来，大概前面两三年，我有时候就买件衣服，以后就没有做过衣服了，衣服都是人家供养的，供养太多，开衣服店了啊，所以
什么人合适，传去传走了。好啊。啊，如何能够像世尊在世，三衣一钵，多自在啊。啊，现在我们常常去旅行，北面是冬天，赤道是夏天。啊，这个三季可能在一个月当中都遇到。那么只要留这三季能保暖，能遮体的够了。啊，何必要那么多呢？啊，供养的钱财我们都拿去做慈善事业。啊，学印光大师印诵经论善书，啊，到处给人结缘，啊，帮助学生，清寒的学生，我们是奖学金帮助他读书。佛教原原本本它就是一个教育，释迦牟尼佛的教育，我们要恢复教学的面貌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，就在洛阳园办讲座，讲阿含经，给学佛人扎根了。啊，阿含里面内容包括伦理、道德、因果跟圣贤教育。非常好啊，这扎根了，从做人做起来。啊，佛门讲修行，从哪里下手？张家大师告诉我，看破放下。啊，我们再回头看中国的儒家，儒家从哪里下手？大学里面说了，格物致知，格物就是放下，致知就是看破，用的名词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格物，物就是物欲。衣食住行，自身的，必须要用的，这些东西，有贪嗔痴不行啊，你就放不下呀、啊，必须要淡泊。啊，名闻利养要淡泊。生活，日常生活要淡泊，这叫格物。格是格斗，打仗，跟谁打仗？跟自己的欲望打一仗，要把自己的欲望战胜，然后智慧就出来了。所以智智啊，原来我们的智慧被欲望掩盖住了，透不出来。现在把欲望打掉，智慧就出现了，跟佛法一样。佛法叫断烦恼，开智慧；断烦恼放下，开智慧看破了，
啊，所以仔细去读这些书，他贯通了，然后才晓得孔老夫子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平等。孔子之前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，都是佛菩萨化身来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怎样才能明心见性？心清净到极处，妄心清净到极处，妄就没有了，真心现前，妄没了。真现前，就这么回事啊！所以古人教我们读书啊，知识分子喜欢读书，就用读书的方法修禅定。读书千遍就是修禅定啊，从头到尾念，念上一千遍啊，像一本四书，每一天念三遍啊。一千遍，一年就念完了。一年念这个，这里都不求解义，什么意思都没有。只要念没有把字念错，没有把句子念掉、漏掉，啊，这一千遍就修定。你只有读诵这个句课文，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样的念。没有分别执着的念，啊，就是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念掉，啊，一千遍念下来，有这么长的时间，就开悟了，其义自见了，啊，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慢慢就明白了，自然明白，啊，如果还不够，再念一千遍，大悟。一千遍小悟，两千遍大悟，三千遍大彻大悟，用这种方法，喜欢用什么书都可以，因为它是修定啊，它不是研究经教哦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。下一堂我们还是从这个地方学习。